有，这连线啊，对吧？就是让那个这个和这个在一条线上。对对对，就在这个轴上嘛。哦哦，这种，嗯，行行。然后再接气儿。而且这地方它没在中心位置，你怎么能看出来中心位置？你看它没在，它没插在中间吧，是吧？啊？就在这个正轴上。你怎么能看出来不在正轴上？它不是一个切点吗？啊。换一下，转一下。